本期讲解一个利用流量密码拉新，一个作品啊，300到1000块钱的收入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是利用抖音的流量密码做网盘拉新。所谓的流量密码就是美女视频，咱们直接把一些绿色的美女资源放在网盘里面，引导粉丝去下载就可以了。只要提前布局好，完全是全自动的收益。由于是拉新，不需要粉丝付费，一个人就是一个拉新，一个人是3.92块，所以转化率是比较高的。爆一条作品搞几百上千不没问题。好项目要抓得住机会啊，赶紧上车，没有二次付费，不恶心人。这是整个的项目的这个介绍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准备工作、扣群的设置、账号注册、引流、作品的制作和注意事项。大家看看，这个邀请这个利润还是挺高的。大家看，这是拉新的，挺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的简介，还有视频介绍，还有这个大家看看，讲的非常多，包括这一个推广渠道，啊，推广渠道都有，扫码获取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这一个，流量密码拉新，或者是利用流量密码拉新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